就是你看你跟我们讲一下就是甘月这个投胎的故事啊。那甘月跟我说呢，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啊，他耳朵上有两个包，耳垂有两个包，然后还有两个胎记，胎记在鼻子旁边有一个胎记，跟上一世你的妈妈相同，是这样吗？你妈妈妈现在等在中间的，那么压在中间的，哎，又没压中间，又过去那边那，那边压没那背，他就是说也是这样的，就说鼻子旁边这个痣子，是的，跟你妈妈相同，我一样的，哎呀，相同，你妈妈也有这个痣子，位置相同，位置也相同，换慢，现在不能换慢，换一点了。换了一边，是的，换了一边，但是也有一个痣子，是的，鼻子旁边这个痣子换了一边，换一边，他说换一边了，那就说身体其他地方还有两个痣子，是吗？山上其他地方还有两个痣子，我不我现在那么呀，牙那么呀，啊，干牛啊，我现在那么牙那么呀，咬了不能哦，哎，我不我现在那么牙那么呀不，干牛，山上还有胎记吗？其他地方？哎，我现在没胎记过，我现在没过。过没？过没啊？毛不没啊？哎呦，就毛不你现在那家呀？过没？他就是说身上没有什么胎记，就是耳朵有。耳朵有胎记，但是现在耳朵上的胎记就有点看不清楚了。那刚出生的时候，小时候清楚吗？能睡的呀，顶盖的等等呀，能等下来。哎，我见就都等白了，能等老马去了。叫，那见就陪那能老。哦，见了。现在呀，那得说一点马，一点马说我不晓得我娃也有老老，人没那老嘞。叫，一样的。那就是他耳朵上这个胎记什么样子？给我们讲一讲。哎，没过呀，怎么搞的？一路娘啊，不掉啊，不掉，不掉呀，那弄呀，那挡呀，那挡。他说有两个。干么个掉？他。什么样子？就是耳朵上这个胎记。耳朵上的就是有两个洞。是，就是小孩是穿孔的吗？生下来？就说你问一下，这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，这个洞是穿透的吗？还是说只是个包？其实咱裂的是啷没掉嘛，没那洞，那洞没那洞。鬼洞了，鬼洞，大鬼洞，它就是有个包，就是没通。有个包哈？有两个，他说。一边一个包。一边一个。一边一个包。是。很明显，看得清楚吗？小的时候看得清楚。小的时候清楚。大了以后不清楚了。我现在老了，进不了。大了就不清楚了。大了就不清楚了。好的。那背的我能站着吗？背着能站着吗？站着。好。他就是说这个那个就是换一边了。鼻子换一边了。那您讲一讲，就说这个您妈妈当时去世的时候，你当时守在旁边吗？人家没过带着娘家过生的啊，没带娘家过生的过娘他说晒在旁边啊，晒旁边，你怎么没上过他你妈妈去世的时候年龄多大？今我小你就上嘛，给那就有小我小你带他说他妈妈十月十二日去世的啊，我感觉就是今我小你就是换一年，第二年的第二年就是几月几日出生的？正月。正月多少？正月十二。正月十二出生啊？就生的。就是十月十二。哪一年呢？去世哪一年去世的？算万高年。甘月有年头了。不，你算错了。甘月是呢哪年出生的？哪年年头啊？腊嘛啊？腊哎。就是狗的猪属猪的属猪的年龄多大？年龄多大？今年多大了？今年现在岁数忙了，岁数哎呦岁数忙的，不像我都岁数岁了，我岁数岁了，四十七了，四十七岁啊？四十七岁了，
四十七岁。我几忙年的几几呀？几一年呢？几一年呢？几零年呢？几几一年呢？1971年出生的啊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啊，71年出生。然后你妈妈去世的时候，1970年。70年去世啊。70年。那这个你妈妈去世的时候年龄多大？那时候给她带着，弄老了的，那就69。69。69岁啊。哦。她属什么的？毛腊嘛。那就叫那就腊寅。寅。啊。属于虎的。属虎的啊，属虎，69岁减一，哦，减一，这一减就减成1901年出生了，哦，是了，1901年啊，属虎的哈，我属虎的，啊，属虎的哈，行，那这个去世的时候，您说一下你妈说了什么话？你妈妈去世的时候，那在一起多说点人人家。他什么原因生病？我讲讲讲弄点去，那个莫要忙，那个得饿，很熬去，熬夜被宰过。那个现在那哪里，要你莫要，我现在有人过被把火了，对吧？嗯咯。啊，要不饿了哪熬忙啊？不喊我弄回来烧。哦，但是那个得饿了很熬。什么都不说。他们三呐、姐妹都在，几个人在身边，几个人在身边，四个女儿的都在身边吗？都在身边，但是什么都不说。四个女儿都在身边，都是在身边。啊，什么都没说。什么都没说了。那你妈妈是得什么病呢？莫要管交代。莫要管交，他也不交代什么，莫盯忙，莫。嫁去嫁路去，你好哦，但是是少先的啊，少先的都饿的，饿死的。哦，就是有点饿的，就是影响的，饿出来的病啊。哦，啊，饿病啊。哦，饿病。就是这样的。四个女儿都在身边啊。都在身边。啊，那四个女儿分别就是，多大都年龄？小岁辈的。大女儿，你大姐、二姐出嫁了吗？要被闹下拜了。他两个大姐都不在了。当时？不是啊，现在。现在不在了，我记得。现在不在。当时年龄出嫁了吗？当时大女儿。都出嫁了，都出嫁了。那么不？四个女儿都出嫁了吗？你看当时。都出嫁了。没有吧？没有乖，莫不像这一辈的先爱了，那先给他带一点。有个小的还没嫁。这个，就你妈妈去世之前什么都没交代呀、啊？什么话都没说吗？没不，两内忙都怪行啊。怪行。嗯。忙内讲啊。那你去忙。但就是定20天呐、啊。病了20天。定了20天就去世了，什么都不说，两忙怪行。怪行。没有说。慢着。到了外烂的了，嗯，是哦，要修不修个烂，修个烂修，也还不，嗯，没完蛋，修个烂修，就那么一些那就不喊，那个，就不喊他哦，农喊的过山，过山过山也不能过山的那样，农山那不黑那黑说嘛，刚说对，啊，不是杨多多，对呀，不是杨雷多多，家有没有能登楼上那么对，弄伢。慢都是去熬一麦温啊，面蛋的一麦那个了。哦。熬上多啊多熬，忙又不叫为了又，弄伢不又啊温多熬，弄哎那麦来现在多的，不是叫麦温些个忙的了。伢不啥麦了？啊？啥麦蛋这人蛋伢麦？哦，蛋伢麦。这如果又麦来，麦来家我们就瓜了，家根不？啊。蛋啥慢又能？能掰了。对。他什么都不说，就是说，如果我死了死了死了之后呢，你要你又要他跟他穿两条裙子，穿他的裙子是吧？是穿他的裙子，要两条，穿他两条裙子。哦，为什么呢？他就这样告诉他，就什么都不说。我没挖，什么都不说，就是这样说了。啊，穿他的两条裙子啊。哦。在欧家。啊，妈安欧拐安老公啊，拐安，欧管办的嘛。哦，欧，那个衣服他们都准备了，已经都了，样样都准备好了。
哦，他就是说，如果两条线的菌丝，不好向山呐、啊，嗯，他要向路了。不好扫、嗯哎、全的不好走，所以他不穿全的走、啊、不是全的，不要不要两条都行了，要一条旧点啊。你说他死了之后 就是、给他穿一条旧的哦，就是了。我如果我死的时候啊、嗯、你们不要啊给我穿两条线的，要穿一条旧的、嗯、一条线的就可以了，好扫一点、嗯、这样说就这样说、嗯、什么话都不说了。嗯，一旧一新。哦，你们就照办了哈。哦，那就咱们就照办了。鬼又养没鬼又没有。哎，没。那你想一想，你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你妈妈怎么样？你感觉？人家上道啊，这鬼。道。哦。嗯。道那一句。哦，他说他们都说他好像他妈。说你好像你他妈。哦哦。哦好像你三女，就你是三女儿是吧？她是三女儿。三女姓哈。嗯，有两个大姐呀，这本妈。那是不是就是你的话，对你妈妈帮助最大？你大姐，你大姐二姐是不是嫁的比较远？嫁到哪里去了？大姐二姐都是在附近的，都是在。也不是很远啊。剪汤刀。哎，前两六十五了。他们两个都在同母啊。他就带到这点，他们三个就带在同母，就是我姑姑他带在这头、嗯、那就是那这个四个女儿的话，你觉得为什么你妈妈要找你投胎啊？四个女儿呢可以为什么不选他们选你呢？嗯，哎，毛不带小岁白毛龙鸟有本六当你奶。这样就完了。嗯。这老了不爱要点那呀，你记得点我给的那呀，嗯，点就买要摆喽，嗯，不用再点看，哎呀，摆喽买呀，摆喽，不都笑了不能，等你上岁末能回家，哦，都是就能累的啥点摆，哦，那呀，都一包那呀，就爱。来过了。哦。他就跟他们说，我走了，我要到马田那天去了。这死了以后梦见的吗？不是，还没有死的。没死啊，就梦见了。没死的，他们谁梦见的？就是他大妈。大姐。他大姐。大姐梦见。哦，他大姐就是嘛，堂姐嘛。哦、堂姐梦见他，不是堂姐吧？他是老三吗？不是他们姐，他不是他们的，就是隔壁的堂姐、啊嗯他。就他的堂姐。哦，他的。哦。哎，你这个三女儿的话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奶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你管忙啊？哎，那你就叫哪管忙啊？你的名字？你的名字叫什么名字？他叫石玉梅。啊，你叫石玉梅哈？哦。哦，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呢？在哪些官忙？那就管养百吉，养百吉，养百吉哈？养百吉，养百吉，吉祥的吉是吧？吉。养百吉哈？吉。记忆的记，啊，杨百吉是吧？哦，对。啊，杨百吉，你这个老三叫石玉梅哈？哦。那你快全说一下吧。老大叫什么名字？我看你们怎么起名。老大管嘛。老大叫什么？你女儿。哎，那女儿管丁氏。哦，那丁氏，石丁氏。石真。哦，石真。真正的真啊。真正的真。是。是。哪个是？是岁小的。是。小的，小的，大小多小。小。石真小。是。那一什么四也可以吗？一二三四
石真寺。哦。第一个老大是叫石真寺。哦。啊，就你大姐，最大的大姐石真寺。二姐呢？二姐是水雨薇。水薇。水。是水薇。水薇。薇。哪个薇呀？薇。造个词，举个例子。就个胃，就是肠胃的胃。我们不这个先不写了，因为这个详细不正确的就是你大姐哪个大姐梦见堂姐梦见是吧？是个堂姐，不是她真姐姐。不是她姐，另一个堂姐。哦，另一个堂姐。堂姐梦见说我要走了。哦，我要走了。这她梦去找去哪里说？她我要走了，去马田。哦，可能是这样了，他就看到他到马田来了，去马田了。哦，就是他就梦见他看见他到马田来了，梦见这个婶婶说我要走了。哦，我要走了。然后看见来马田了。哦，来马田了，就是他还没有事的时候，他说那个堂姐的跟他说、来马田了。当时你嫁到马田来了吗？是啦。就是你是石玉梅，当时你已经嫁到马前来了。就是嫁到了，就是有大儿子是干学了，第二儿子就干学、干有了。哦，好，这样了。我看电话。喂。啊，你好。我采访大概半个小时就采访完了。跟看到都把冷收。啊，这样不方便。好。好。啊，哪呢好。啊，娘又不呢，再也能忙啊，能养啊，这样都俺不养不来了。再要有用给咱爱得俺养的劲，咱就没有咱衙门了呗。啊，这样。刚才说什么了？他就是说那店呢？店有店。他就是。感觉还没有九生的前两天呢、他就梦见有一个棺材放在露店呢。甘月出生之前还没有九生呢。出生前两天哈。九生前两天梦见什么？梦见有一个棺材啊、有一个棺材在露店、在路边。他就是在棺材里有个吭声一声。棺材里面有什么？有个声音。有个人的声音，棺材有人声，好继续。有人声音，他就是说，哎，谁在棺材里啊？你干有他吗？就是问了。哎，我啊，你还不是死了，还在棺材里啊嘛？怎么说话呢？你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了吗？就是他。妈的声音啊！妈的声音呢，他就听出来。然后你就说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就不是死了吗？你不就是死了不吗？哎呀，在棺材里啊，好没有力气啊，就是。没有力气，就是生不都出不难出生呐、没力气啊！没力气难出生呐、那我背你回家啊！好，他就背那他妈回来，过两天就干牛就出生了，干爷。托了个梦，我背你回家。背你回家。他说好。好，他就这样就跟那个。然后背回家了。感觉背回家了就梦醒了哈。就醒了。背回家醒了。醒了。醒了就过两天就感觉就出生了。感觉出生了哈。是了，就是这样了。挺好的。嗯。然后出生之后呢，就是看见胎记了吗？看见了他。看见胎记就猜着是怎么回事，是猫了哈，猜着。这俩都是猫，上等有人有猫，没怎么搞的又没背着碗没等。没。这俩是碗没有的，对呀。有。都是猫安静没有。猫安静没有。他也不知道，都是到时候啊，两三岁的时候，他到外婆家去啊，他到外婆家去就看到你个凳子啊，又那个。外婆家还有人吗？当时。就是啊，还有个小女儿哈。就是了，也还有小女儿。到外婆家怎么了？就是那个凳子，他就是也是说，这是我的，什么东西都是他要的。凳子我的。凳子是我的，就是那个火钱。火钱也是我的。我的哈。这样子的，
哦，火钱我的，凳子我的。哦，是，哎，就是火钱呢。哦，火钱啊。哎，也是。哦。干老。然后就开始说前世了。哦，就是了，就是这样就开始说前世了。就是他，就是说他的耳朵啊，把这那个这个，鼻子啊，鼻子，哎，他就是这样说了，我是你妈妈，就这样说了。啊，他说我是你妈妈哈。啊，你那如果你们不信，你看呐，你看我的耳朵啊，又看我的什么叫什么这个。鼻子一侧鼻翼吧。哎，就是了。不信看我。哦。看我耳朵哈。哦，是了。鼻子哈。哦。哎，就这样，就慢慢的讲。慢慢的讲哈。哦，嗯、就从两三岁。还有那个甘月，他是说他死了以后，经过阎王差遣。哦。见过阎王这些事情说过吗？他小时候。毛你那时候已经雷怒啊阎王啊。就是甘月呢跟我说啊，他死了以后啊，有五个差，有五个鬼啊压着他去了，也过了奈何桥，喝了孟婆汤，然后到了阎王殿，阎王还说你还要待多久啊，他说我不待了，那你走吧。然后呢四个鬼压着他就投胎了。小时候讲过这个故事吗？我那时候就没讲过啊，毛囊水人安过啊，不每年流当阿毛拜又每年流顺毛当家每年安过，安都一安，囊水都人家安。哎，他说也是这样说的，他小的时候这样说。几岁讲？几岁就讲？就是两三岁，四岁。安了就安。哎，他一安了又好，忙都安。哎，他是两三岁。四岁到四岁那段时间就经常说的。他就是也是这样说的。讲阎王啊！哦，见阎王又了。那这个讲阎王，你们没跟他讲过阎王的事，他自己就讲出来了。他们那不说的，俩小王个昂毛拉拉的有在了，倒也有。倒拉拉昂了，莫啊啊讲。他说他们不知道。爸啊，就话忙家就要要爸爷爷来就，那真能真有啊以前。咯。嗯。到了哎，他们就从来都不是，都他自己说了。从来都不说，他自己说，那肯定就是真的了哈。哦，是了。他小时候还有哪些表现？毛囊水人弄的没这么忙忙安过。不难得紧，不难莫比，俺家都结婚了先安。哦。毛他说。他说他还没有死的时候啊，他没。没有那个男孩了，四个都是女的。但是老人家六十多岁了，就是拿那个背篓啊，抬那个背那个石头，背石头做坟是吧？是做坟的，他就看。到这时候啊，投胎的时候也是跟他们讲。哦，讲这个事，讲往事啊。哦，讲他的事啊。往事，那就是奶奶，你想一想，这个甘月的话，跟你的母亲有相似的地方吗？比如说性格。爱好，杨过去呢，什么人？那以前在人间有的呢，蛮真格的人，上当啊，鬼上当啊，难闹中了啦。哦，他就是难的，他就是露脸像啊，好像脸非常像哈。哦，脸的非常像。哦。脸的露体啊。哦。都是像的。对，脸像。那性格呢？爱好。性格的，性格人爱鬼行路，叫人中不了鬼。那小改心的，什么的爱为忙，忙为忙，跟着翁，跟着翁，跟着翁没有过，想忙到，不要有急要忙，急因为慢因为了，慢完到的我完了慢，性格像不像？性格你过上长啊，你昂累啊，脾气，你这个词脾气什么的，你们也懂。跟你妈妈像不像？他就是说脾气有点像。就是性格，也是一样的，但是做什么事啊，去劳动啊，做什么事都心思急，也是这样的。他妈妈做事性格性子急哈。哦，现在也是这样。哦，现在也这样哈。哦。那吃饭有什么爱好？吃饭相同吗？哎，怎么不点熬的？你当短管，你点妈忙了的。
咱老人家，你这那妈我不是咱咱农村什么啊？妈的不买，我妈咱啊，对吧？老人家，俺那我老人家，你说咱老人家，年龄了，咋？哦，他说啊，吃饭呢，他妈妈坚持的。进了家门就吃饭，现在也是这样的。怎么吃饭？进了家就要吃了，要快，性格急了。进门就要吃哦。进门就要吃了，进门就要吃饭了。那吃的东西跟上一辈子有没有相同啊？还类似？啊，在这个地是上辈子没有什么好东西，没什么可吃的啊。那有什么区别呢？没有什么区别，就是这样的、哦、性格没什么。还有呢，就是他称呼您小时候怎样称呼，叫妈妈还是叫什么？叫妈妈，这一天他们那一个，这一天不是那光啊。啊，这样的。他说小的时候喊爹、现在不喊妈了。小时候喊的少吗？小时候三四岁叫妈妈，两三岁。哎，两三岁你天天他们那一个。喊。哦。你到这老没声都有人喊，我那个人声音人喊。他就是说他懂事了，就不喊妈妈了。小时候叫吗？哦，三岁就叫。三岁还叫过啊？哦，还叫。两三岁叫过吗？哦，是了，现在。多大不叫妈了？从多大开始不叫妈？有点大了，咱就不叫妈了。多大？懂事了。年龄多大开始不叫妈了？小的。得要。他喊就。我小点喊，不喊多。喊的少。哦，喊的少。少声音又小。哦，声音也小。哦，这样懂事之后啊。哦，是了。长大之后就这样了哈。哦，是了。现在也是这样的。现在也这样的哈。他的性格，他说是有点相同。哦，性格相同哈。嗯。行，我们也回迁了，回去吧。行。蹲骂的。那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对对。挺好的，不错。妈呢？在老娘，在那老娘弄不动啊，哦啊，动啊，哦。哎呀，就是可惜那个老照片没有了哈。没有了，可惜了。可惜老照片没有了。娘家那牛家养的不那些，农都当什么养的玩弄。对啊，忙就的，现在没当饭，忙烂弄，人不忙就累的。你这样忙的，忙人的家。也这样，没这样也不忙，就没这样老忙。那我那农都有味，哎，娘要都不得这样嘞，就这不能磨些问了，农也不会呀。很多，对，老方要进心，点油回来。哎，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。